是各个零脉应该有，前三个雷不一定，前两个可能可以打到十。恩恩，至于方寸，冰滑如霜。本公主出马，手到擒来。青罗在，不胜欺焉。死不全种。谁敢放肆？取入婆娑旁沙邑。这个开始是说没小兵就一直推就好了。对，风寒月好处这样，我先再动，再动完再去打他，打他完之后我再动，再动我再打他，打完之后推出去，对他连摸都摸不到我。就是现在，没有前前喜欢风寒月，风寒月其实太灵活了，其他角色就很难像他这样玩。那种战斗可以调整站位，就脑也很好用。我想敲了，你就死了。听我的，准不出差错。